网友给我留言，小胡子，我想买29.9万的小米数据四驱 MAX 版，请问小米汽车质量怎么样，能不能用住？还有它的驾驶质感是什么样的？跟特斯拉 Model 3对比，谁更优秀？谢谢。那么我想问一下40年前的网友朋友们，这两款车如果让你选，你选哪一个？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人家雷军也说了，就是要打造像特斯拉一样的牛逼的车厂，还说中国智能汽车行业一定会改写，就是说小米汽车以后才是中国智能汽车的一个扛把子。个人认为小米汽车的第一代产品第一个车型能做到这个品质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小米数七四驱 MAX 版本就是一头性能野兽，跟特斯拉 Model 3对比，我认为要比特斯拉 Model 3要更好。第一，配置更丰富，第二，后排空间略好一些，正常坐姿呢，你的膝盖距离前排座椅还能有2拳多的一个距离，并且后排座椅放平呢，是个后备箱是通透的，偶尔拉个长东西或者是睡觉啊，空间会更好一些。开起来呢，首先它的隔音要比特斯拉 Model 3要好很多，虽然是单层玻璃，但是很厚，要比特斯拉的双层隔音玻璃要好。加速你就用舒适模式啊，就可以干掉马路上 99% 的车子了。如果你用运动模式，你只需要踩下1/5的电门踏板，就一穿穿的非常灵敏啊。如果是运动加狂暴模式呢，我是不建议你使用的，不好驾驭啊。电门踏板响应无限接近了特斯拉这个电门，几乎是没有任何延迟的。但是你要说超越特斯拉不可能，咱也不用避讳什么，特斯拉在这一点上算是个标杆。那么底盘的质感呢，纯纯德系的口味，没有特斯拉那么硬，但是也不软，跟极客001很像。总之小米数七这个车子是最无限接近特斯拉 Model 3的一部车了。最后我希望雷总啊，一定要把小米汽车的售后服务提升上去啊，让消费者后期保养啊，各方面维护啊，能够更加满意。这点要做到了，就把你的品牌还有信誉度提升上去，要比你做营销好太多了，更有说服力。那么40年前的小伙伴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拜拜。